好，那我们开始了。喂，能听到我说话吗？好的，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吧。我只是自我改一下名字，多少个人？好像也没什么人啊。我们有几位家长来。请看一下，OK，好的，人不多哈，人不多，那么所以待会儿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可以更加详细的做一些解答啊。那今天非常高兴啊，能跟各位家长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 ISE 考试以及 ISE 课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你好，然后呢，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哲思。是我们美国艾特金校区这个ISE 项目以及 SSCT 项目的一个总负责人，并且呢也是我们艾特金的一位资深的导师。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教授 SSCT 课程以及 ISE 课程差不多有7年了，啊，所以在这方面也算是小有经验。OK，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 ISE 的专题讲座啊，主要是由这样4个部分来构成的。啊，首先呢，想跟大家先科普一下，到底我们这个 ISE 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啊？它的作用在于什么样子的？第二呢，就是很多同学会听说到啊，那我要申请这个美国的私立高中，对吧？有一个考试呢叫做 ISE，还有一个呢叫做 SSAT。那么这两个考试，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第三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ISE 的成绩？是一个比较高的成绩，然后呢会被认为是有私立学校入学竞争力的一个成绩，啊，也就是它的解读方式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 ISE 课程各个科目应该怎么样去备考是更加的高效。OK，好，首先第一点，关于 ISE 考试的一些基本的介绍。那么相信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讲座的各位家长呢。应该其实对于 ISE 这门考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了解，对吧？我们都知道呢，ISE 是主要针对美国私立中学入学一个很多学校要求的一个这个考试。那么它的全称呢叫做 Independent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也就是独立学校入学考试。一般是由独立学校入学考试办公室以及我们的 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 这个教育档案局 ERB。主办的，那么这项考试呢，根据我们考生的入学的年级啊，是分成了主要分成3个等级，分别是初级、中级以及高级。然后呢，当我们中国学生其实最主要参加的呢是第三和第四就是这个 middle 和 upper 啊这2个级别的，因为主要我们是6年级升7年级啊，以及这个八升九用的比较多一点。当然了，这个考试呢。它也可以用在我们小学高年级、低年级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入学也是 OK 的。那么 ISE 课程呢，这个考试呢，它分成的科目主要是这样几个，我们以这个初中高这3个级别为例子哈，分成其实是5个单项，其中呢一个单项是词汇，第二个是阅读，然后数学呢有2个单项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呢是写作，但是写作呢跟另外四个是单独分开的。啊，它不是必考科目，但是呢，它也是会跟其他的四个科目的成绩呢一起提交到这个考试这个招生办的。OK，是选考，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同学都还是会参加这个写作考试的。那么ISE 考试呢，它有特点就是2种形式都可以。啊，第一种我们可以在线的测试，啊，第二种呢我们也可以去进行纸质的测试，啊，都可以。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看待 ISE 这个考试？那首先第一点要跟大家澄清的就是，ISE 考试呢，它并不是一个评估我们每个考生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测试。什么叫学术成就啊？就是 academic performance、academic achievement，对吧？在学校里边，对吧？你成绩怎么样啊？那不是的啊，因为那个成绩啊，主要是咱们根据咱们的 GPA 考试GPA 的成绩来去决定的。OK，跟这个考试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同时呢，这个考试它也不是一个去衡量孩子智商的一个测试。OK，这个考试啊，
实际上它是考察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去完成一系列的标准化任务的能力，是这样的一个考试啊。说白了其实就是给你很多这种不同的题型啊，一些标化考试的题目，然后要求你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些题目去完成。 OK， 所以呢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学校里边成绩好我这个考试就一定能考得好，对吧？因为他考试的项目跟其实我学校里面学的科目啊不是完全一样。第二呢，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智商很高我就一定能考得好，那也不一定。 OK， 所以这个考试他说白了其实还是要去做提前的准备和复习的。 OK， 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有些家长可能如临大敌，哇那 ISE 考试这个好像还挺难，是不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去准备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美国的顶级的私校他们在去筛选这些申请者的时候呢，完全不是说只是单单去看重你一项考试的成绩而已。那 ISE 考试他看不看？看的，但他只不过是申请条件众多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对吧？他们还要去看你的这个学校里面的 GPA 啊，看你参加各种活动的一个表现啊，还要看你这个自己写的文书啊，包括这个老师给你写的这个推荐信等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去判定啊，他看到你这个同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那么他会更加青睐你。OK，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把这个 ISE 考试看得过于重了，觉得什么都不弄我就弄这个 ISE 啊，那是不合理的。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章节， ISE 和 SSAT 这个考试很多家长很多同学都听说过都了解过啊，我们也知道他们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美国的私立中学入学的，对吧？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有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呢？哎，这边我们来做一个分辨啊。首先我们从这个适用的学校类型来看待，如果说这个学校它是一个私立的并且它是一个走读制的中学的话呢，那么它倾向于选择 ISEE 这个考试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啊。而如果说我们考虑更多的是那些 boarding school 也就是那些寄宿制的院校的话呢，哎，那么 SSAT 它的接受度是更高的。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层次，我们会发现呢 ISEE 啊这个考试它相对来讲比较小众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那些比较顶尖的啊学校相对比较偏好一点啊，这些顶尖学校往往就会明确要求考 ISE， 而 SSAT 呢相对来讲就接受面确实更广啊，更普遍一点啊。这个学校它不一定是非常好的，可能就一般般中等水平的这些学校，哎，他们也是就接受 SSAT 的，这是第二条。第三呢是在这两个考试的一个适用地区上。其实我们广义上来说 ISE 考试也好 SSAT 考试也好，它在美国全境范围内都是适用的啊，包括甚至像加拿大也很多学校它也是适用的，只不过呢可能在一些地区上面有一些细微的倾向上的差别啊，比方说像在加州啊，在这个麻州，包括像纽约波士顿，在这些地方呢 ISE 的认可度相对更高一点啊。然后呢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在美国东部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州呢， SSAT通常更普遍一些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一概而论啊，对吧？这个就其实只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特点而已，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美国其他地方的这个这个学校呢是接受 ISE 的，或者你说像加州啊，或者像中部地区很多学校他们也可能接受 SSAT。 OK， 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规律。然后最后一个呢，他们的区别是在于说考试的一个场次和时间上面。 ISE 呢它一年当中的考试场次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每个月啊每个礼拜几乎都是有的，所以呢它带来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我的报名考试都是比较灵活的。但是它有一点呢，就是它一年最多只能考三次。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 ISE 它的考试呢是分成三个考试季的啊，三个 season。 那么每四个月作为一个季，第一个季呢是作为秋季，就是从8月份到11月份这四个月。第二季呢是冬季，从12月到3月。然后最后呢是春夏，就是从四月份到七月份。然后每一个考试季当中我是可以，但是呢有且最多只能考一次 ISE。 那也就是说我可能比如说我在秋季九月份啊我考了一次 ISE 了，那我十月份和十一月份我就不能再考第二次啊。
但是呢，我到了十二月份就可以考了，因为十二月份已经是第二个季。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吧？就也就是说，你每个季都能参加一次考试，那么因此来说，你一年最多其实就是考三次。OK， 所以考试的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 SSCT 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哎，它的场次比较少，啊，它一年加起来总共就公开的考试只有八次，啊，那么时间呢比较固定。时间比较固定，就是你不像那个 ISE， 就是你可能报名很灵活，我这周报名，我可能马上下周就可以考，甚至还他甚至还可以 walking， 对吧？我就进到这个考场，我发现哎有考位，我就可以开始考。但是 SSCT 不一样，一定要是要提前报名的。OK， 好了，那么从这个考试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点啊，就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什么情况呢？可能我们着急要申请，对吧？我马上就要申请了，完了呢，这个我想申请的学校呢，它对 ISE 或者 SSCT 是有要求的，对吧？但是我手头现在又没有这两门考试的任何一门成绩，那怎么办呢？哎，这时候我建议大家优先去考虑把 ISE 这个考试给考了。啊，为什么呢？那第一，你看它的场次很多吧，对吧？我随时随报随考 ，OK。然后呢，第二，它其实这个出分也比较快，你机考的话，像48小时就可以出分了 ，OK。而 SSCT 呢，因为它考场时间比较固定，而且它出分比较慢，它出分要10天左右才能出分，啊，所以相对来讲，如果说你手头没有考试成绩，但是又有这个要求，那么你可以尽快的去提交 ISE 的成绩，这样就可以不用耽误你的申请 ，OK。啊，那么在座的各位家长，他可能其实还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特点和需求的，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您的孩子满足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三个条件的话呢，那么 ISE 将会是你非常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参加的考试。啊，第一个条件就是我在加州这边上学的。啊，第二呢，我也不希望我孩子跑远，啊，就在我们家旁边走读一下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我的孩子啊，他比较想能够或者申请顶级的一个私立学校，或者说我想从公立转到私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ISE 一定是你的首选。OK， 你像我们右边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洛杉矶地区啊、排名这个第一的这个哈佛西湖中学 ,OK, Harvard Westlake。那么他在他的官网上面其实明确就给大家去给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如果申请秋季入学，那么你将会在前一年这个从8月份开始到这个期间要把 ISE 这个成绩给提交出来 ，OK， 就是这个不是要提交，就把这个考试给考了 ，OK， 啊，那么这张图呢是我们在洛杉矶整个地区一个顶级私校的一个排名情况。那么在这些排名这些高中当中呢，大家会发现，要求提供 ISE 成绩的私校啊，包括我们 Orange County 城县这个地区的，以及洛杉矶其他这个地区的这些私校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几乎顶级的这些学校是一个不落。都明确要求是要提供 ISE 成绩的，啊，除了极个别学校，他可能说的是啊，我 ISE 也可以接受，我 SSCT 也可以接受，啊，这种有，但是很少很少，绝大部分就是指定说我只接受 ISE 成绩。OK，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说 ISE 对于我们城县以及洛杉矶区校的这些同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但是呢，我们也说到，毕竟还是有学校是都接受的嘛，对吧？好了，那如果说这个学校两个成绩都接受，我接受 SSCT 也接受 ISEE， 那么我怎么选呢？我们的原则是您的孩子擅长哪一个就考哪一个考试，对吧？我哪个考试的分数会考得更高更好看，我就参加哪个考试，对吧？那么但是问题是我没参加过这个考试，对吧？我怎么知道我让我孩子去选哪一个考呢，对吧？我也不知道孩子擅长哪个。哎，那我们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评判的标准，就是如果您的孩子理科数学比较强啊，而文科你像英语这块比较弱的，那么我建议呢，孩子可以去考一下 ISE， 因为 ISE 它的这个数学啊，相对出的是比较难的 ，OK。而这个英语就是像什么语法词汇阅读这块呢，还好，难度不高。Okay? 而如果说您的孩子是文科比较强啊，或者英语能力比较扎实的，
啊，然后呢，这个理科数学稍微弱一点，嗯、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孩子参加 SAT 考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骗人。然后叫什么孩子 ？Stop。全部人关掉。孩呀、啊，你干什么？亏。哎哎，啊 ，OK， 如果有哪位家长有问题可以提哈。然后没有小孩子还挺淘气的OK 这就是 ISE 跟 SAT 的一个大致的区别，当然我们同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就是其实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对吧？如果你孩子实在是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文科理科差不多，对吧？那么我建议可以到我们艾特来参加一下这个入学测试啊。入学测试我们既有 ISE 的也有 SAT 的，那么你参加一次之后大概就可能有概念了吧，对吧？自己更擅长哪一个。好，那么假定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对吧，都会安排我们的孩子，对吧，可能参加 ISE 成绩，因为我要申请加州地区的顶级私校，对吧， ISE 应该是首选。那么有同学这个有老师有家长可能就会问，他说那我们该怎么去评判我这个 ISE 成绩到底考到怎么样，对吧，才足够呢，对吧，才足以去帮助我申请到我想要的这个顶级的学校呢。哎，那么我们这边来介绍一下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其实这些私校它并不会明确的把 ISE 成绩的一个要求贴在它的官网上。你打电话去问它也不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像 ISE 它只不过是一门考试而已，对吧，它只是你众多申请条件中的一条罢了。OK， 所以他不希望就是说家长太过于看重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孩子总归是需要一个努力的方向，对吧，一个努力的目标的。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充分的研究啊，总结出了一些规律。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呢，这个是我们 ISE 单项成绩的一个展现的形态，其实总共有三种成绩的这个样子。OK， 那么第一种呢叫做原始分。原始分是从760分到940分。然后每个单项都是啊，这不是总分，是每个单项。然后呢这个分数从哪来的，就是从我这次考试我考了多少道正确的题目啊，答对了就多少题目来得出来的这个原始分。但是很少会说做直接的一个参考，因为毕竟我每次考试它的难度，对吧，虽然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总归会有些细微的差别。 OK， 那么第二种成绩的形态呢叫做百分点分数。那应该很多这个学生也比较熟悉，就是从一到99%，就 percentile。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ISE 还是蛮特别的，它不是说单看这一次考试，它是把它考生这次考试的成绩呢，放在我过去这三年和他我同样学龄的所有的考生放在一起来做比较，然后看你处在什么位置，然后给你一个百分比。那比如说假设我，比如说8×9这个孩子。这次他考的这个百分比呢是86%，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在过去这三年，所有的8×9这个年龄这个学龄段的这些考生，包括美国本土的，包括国际的这些考生，加在一起，有85%的同学是比他考的差的。那这就是百分比的一个作用，相对来比原始分就更有参考价值。而这三种分数当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也对于说这个招生老师来说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第三种叫做标准九分制啊 ，standard 1到9分。那么这1到9分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张表格啊，这张表格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考生他的一个百分比的分数，然后将他们呢分成了9个不同的 group， 分成了9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考生。差不多有54%的这个考生呢，他都会落在中间的这三个区段当中，也就是4分、5分、6分，这就是中间的一个大块。OK， 那么剩下的考生当中呢，各自有一半，各自有23%会落在分别落在1到3这个低分段，以及7到9分这个高分段。OK。而8分跟9分这两个通常被视为是非常高的分数，也是非常难考的。你像这个九分的话呢，只有4%的学生能够达到，而8分的话也只不过将将超过了7%而已。OK， 好，那我们从这个考试就是这个标准九分的一个分布规律，
那我们总结出来，我们到底怎么样算高分，怎么样算低分。如果说某一门单项，那我不管说哪一门啊，这门单项你考的是九分当中的三分甚至以下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单项一般就被视为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项目了。 OK， 而且呢也应该会对你的一个申请啊构成一定的减分，是会有影响的。 OK，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非常低的分数。那么如果您考到四分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其实都可以接受了啊。但是呢当然四分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OK， 是很平均，是属于中等偏下的这种分数。那么最起码你们说五分啊，可以看一看。然后一般来说如果同学能考到七分，它就属于是被绝大部分学校都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分数了。 OK， 也就是说比较有竞争力了。而对于小部分的啊比较个别的这些顶尖的私校来说呢，他们还会期待说出现八分甚至是九分的单项。 OK， 毕竟他们的入学门槛很高啊，是要遴选出最优秀的学生的。 OK， 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强求，就好像我考不到八分九分，毕竟我们刚刚看到八分九分其实考的人真是非常少，对吧？那时候我有七分的行不行呢？比八分低的那些分数他也能够接受啊。当然了也要看你其他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表现的。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九分制，也就是 ISE 考试的这个分数呢做一个整体的解读，那大家应该心里面有概念。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 ISE 跟 SSAT 考试他们都是作为这个美国私校入学的一个必备的这个考试。那么这两个考试之间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很多区别，对不对？但他们其实共性是更多的，主要是共性在于哪里呢？就是在于他们考试的内容和项目上面啊，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重合的。所以说即便可能有些家长说那我孩子可能其实将来考 SSAT 的这个几率更大，对吧？那我建议其实就即便我们接下来主要讲的是 ISE， 但是其实您呢也可以听一下啊，因为对于 SSAT 的备考一定也是有帮助的啊。这两个考试其实本身转换并不是很难，甚至我们之前有学生两门同时准备的啊，两门都考。OK， 好，那我们讲到了 ISE 的主要的四个这个考试单项，那就是词汇、阅读、数学是两个，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了，数学两个作为一个，再加一个额外考的一个写作，那么这四个部分，我们分别来看看咱们中国的孩子他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哎，可能会遇到一些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啊，并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第一块呢就是词汇，词汇的英文我们叫 verbal reasoning， 其实中文翻译呢严格来讲叫做文字推理啊。但是这个单项往往我们业内人士都会把它称为叫词汇，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其实这个考试它最考验的其实就是考生对于词汇的掌握。 OK， 而且在中国学生这边我们统计下来呢，绝大部分中国学生的词汇考试分数啊不是特别理想，是属于这些几门考当中相对比较低的那一个啊，也就是它是比较难的。那难在哪里呢？主要有两个难点。第一点，它对于我们同学词汇的词汇量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啊。我要认识很多单词，大概多少呢？我们刚刚说到主要三个级别嘛，对吧？初中高三个级别，这三个级别对于考生的这个词汇量要求也是逐渐提高。那么初级的话呢，一般要求的是要6000啊。然后呢这个中级呢要8000，而高级呢一般要10000啊。但注意了，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这个词汇量我就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我们之前教了那么多学生，还是有不少同学他词汇量没有达到，他还是参加这个考试的。我们说的这个词汇量6000、8000、10000指的是我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啊，需要的一个词汇量。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们说你光认识很多单词够不够？不够的。因为 ISE 它的这个词汇单项呢，它还考察的是你对于这个词汇的一个精准掌握。我光认识很多词啊，意思不是没有用的啊，我还要知道这个单词它具体在句子里边是怎么去正确的使用的啊，并且我还要知道这个单词跟它有几个比较相近的单词之间意思比较相近，那么它们有什么联系，对吧？然后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我也是要掌握的啊。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国的孩子，因为尤其是
可能很多同学是小的时候对吧还在中国，那么可能就是小学或者小学毕业之后对吧才来到的美国，所以他在英语学习包括尤其是词汇这块啊，就是还没有达到像这些美国就是本土的小孩子那样的一个掌握的水平的。OK， 很多单词只是大概知道是什么，平常好像见过，但是具体怎么用我真的不清楚。OK， 所以呢就词汇这一块确实对于我们中国孩子来说是要花很大的精力花很多的时间来投入进去才能够有一个提高的。啊，那么那就这时候就有孩子会问了，老师啊，我这个词汇确实比较差，老师都说我的词汇量太低了。那你说我要考这 SE， 那我要花好多时间了，那这些时间值不值得呢？我告诉大家，其实非常值得的。啊，为什么？它值得在于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我们抛开 SE 这单项本身不谈哈，就是这个词汇本身不谈，对于 SE 的其他单项。这个词汇有没有帮助？帮助大的去了，对吧？其他单项，数学也好，写作也好，尤其是阅读，它对于词汇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对吧？你说我这个单词很多都不认识，我这阅读文章怎么看得懂，对吧？题目就更不要说去做对了。所以说，如果我单词这块在准备 verbal 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这个关给破掉了，过掉的话，那么我对其他单项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OK， 所以能够提高我一个整体的平均分数。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词汇是中国学生的一个短板，它往往是在那个几个成绩里边啊，就是比较差的，都比较难看的那一个。哎，那我如果能够把词汇这块补上去，一下子我就没有那个短板了，我就可能没有像什么四分、三分甚至更低这种分数出现了。那么其实也就不会给我这个申请啊抹上阴影，对不对？而且再说了，你说这个词汇它本身既然是弱项，那它是不是提高的空间也就更大？对吧，上升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啊，比起数学可能提高会更明显。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对于私校的整个学习生涯来说。啊，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也带过不少同学，我现在手头就在辅导一个女孩子啊，她在这个美高里面念书的。那么她我给她做什么呢，其实也不是辅导这 ISE 考试了，就是辅导她的作业。啊，因为他说就是感觉我学校里面布置了那么多的作业，对吧？老师要求我们去干嘛呢？去做 research paper。但你做 research paper 之前呢，我得要去读很多的这种文献的，啊，我查很多的资料，我读懂了之后，我才能去，对吧？去做这个，这个 presentation 啊，或者写这个论文嘛。啊，但是呢，由于我单词量太差了，所以让我读那个文章啊，我就读不下来，太多生词了。啊，所以说老师能不能帮帮我，你帮我告诉我你这个文章在讲什么东西，帮我提炼一下，我就说做这个事儿。那么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学生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私校尤其是这种比较好的这个私立高中啊，它其实在作业方面给你的压力是很大的。 OK， 然后呢它也非常对你这个词汇的掌握有很大的很高的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去准备这个 verbal reasoning 就是词汇，你乍一看好像只是说是提高 SE 成绩，对吧？但是其实长远来看呢，是对你整个私校的学习生涯乃至是你的大学学习都是打好基础的。 OK， 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也知道这个单词有难度，对吧？我也知道这个词汇呢我要好好花功夫，但问题是说我怎么花功夫才能花到刀刃上，对吧？才能让这个效果变得更高呢？哎，那我们下面来讲一讲，因为很多中国的同学啊，其实在背单词上面面临一些误区的好多好多问题。那么我这边因为时间有限，重点来跟大家其实分析其中的三大误区啊。第一个呢，就是背了好多单词啊，也不知道从哪来，反正各种各样的来源吧，背了好多单词，但是这些词儿呢可能不对路子。什么叫不对路子呢？就它可能对于我是有一些用的，有一些帮助。它这个帮助在于哪里呢？可能生活上会用到，对吧？或者可能是在将来啊，我大学选的某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词汇它也是有用处的，对吧？但是呢，他们对于我们这个 ISEE 这个考试的词汇单项没有直接的帮助啊，它可能就是太偏了，或者是太难了，那考试不太会涉及到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背了之后，它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对吧？再有一点就是，其实学生如果自己去背的话呢，往往这个单词来源比较乱。OK， 我这东背一个西记一个，
啊，东拼西凑的，那么这样子其实会导致我的效率也比较低，事倍功半啊，这是他第一个大的误区。第二个误区，很多家长也会跟我反映，就是说感觉我孩子啊就恒心不太够啊，就是我前面说的好好的，对吧，我背单词啊，然后就三天打一两天晒网，我今天背第二天我就不背了。 OK，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因为中间我不复习嘛，对不对，我可能只是完成任务的啊，前面背了好多单词，然后第二天再问你，哎，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我好像前面背过但是忘记了，很多这种情况。 OK， 第三大误区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你就是像你完成任务一样的，对吧，所以背单词好像我还只是背一个什么呢，一个英文啊，再加一个什么中文解释好了，这单词怎么用的不清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有些单词长得比较像啊，然后呢我乍一看好像这差不多嘛，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哎，搞不清楚，容易搞混。 OK， 这是三个主要的误区。好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科学的高效的来去提高我的词汇，应该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要通过专业的 ISE 课程啊。那 ISE 课程它带来的一个优势在于什么，比如说针对第一个问题，你背单词不对口，对吧，词汇老师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啊，将会给同学去总结一个最为科学的也是最为权威的一个 word list 啊，它不是随便随便找到啊，都是来自这些美国本土最最权威的这种机构啊，甚至是考试官方它公布的这个词汇表。那么同学们根据这个词汇表啊，来去按部就班的来去背诵呢，那自然而然是事半功倍啊，而且这些单词它往往都给你归好类了啊，可能相似的单词会把你放在一起来背。 OK， 这是第一。第二，针对我们同学容易放弃啊，容易遗忘这个两个问题，那我们词汇老师首先他在课上呢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同学们去分享什么呢，这个单词它的词根词缀啊，它词源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啊，那么这些故事呢它往往比较有趣的，所以呢一来它可以提高这个孩子他对于单词一个兴趣，因为本身其实单词背的真的很枯燥，没有灵魂，背起来啊就很麻烦。那现在有了这些故事之后呢，哎，这个单词开始有生命了啊，我背起来可能就更开心一点，对吧，更感兴趣。那么第二呢，我通过这个词根词源的故事啊，也能够加深孩子对于这个单词的一个印象，我记得更牢，我不容易忘，对不对。再有一个，我们除了正课老师之外，其实 ISE 课程还会配备一些助教老师。那助教老师他可能不会去教你很多这种应试的技巧，但他做一件事情是很到位的，就他会狠狠的去监督你啊，去督促你干什么呢，默写。你说很多单词我背了，我如果不检测是没有用处。好了，那我现在要求比如说给你制定一个计划，对吧，我今天背多少段单词，这个是任务，我第二天要默写这些单词啊，并且你考多少分，你默多少分才算过关，你默不到这个分数你给我重新背啊，重默。那么这样子一来，其实他对于这个学生就有一个很强的压迫作用。那学生就觉得哎呀我明天要默写了，不行，我一定要背，对吧，虽然感觉上好像有点完成任务的这种感觉，但最起码他能够保证我每天都在不断的输入这些词汇，而且我每天都会有复习前面的单词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针对第三点啊，就是我们单词掌握对吧比较的浅薄，对吧，而且呢容易搞混这种情况呢，哎，我们的词汇老师他会给同学去整理很多的这种同义词啊，这一组词都差不多意思，但是它具体用法具体的这种语境的这个契合度有什么样的细微的差别都给你讲得很清楚。 OK， 第二呢，就是你这单词不是不会用吗，因为我平常没有见过。好了，那我把这个单词我放在 ISE 词汇的一个例题里边，它不就是一个句子吗，哎，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上下文来去加深这个单词它使用方法的一个理解，掌握的就更牢固了。 OK， 所以也不会再出现那种很轻易的词汇之间的混淆。好，这就是ISE 课程专业课程它对于这个词汇方面的一个很有效的提高。好，那我们第一个单项就到这边，下面来讲讲第二个单项，那么叫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 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阅读啊。那么阅读其实
也很很多家长跟我反映说，老师，我孩子呢就听力啊、口语这块儿，对吧？其实都蛮好的，但是这个阅读是真的不太行啊。那么为什么不太行呢？其实很多我们同学他自己心里面也有概念的，因为咱们怎么样啊，起跑的比较晚，对吧？因为到了小学，可能小学读了六年，我到初中才到了这个美国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其实英语的环境，你说现在有吧？有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多年。那我们这个其实起跑晚，就是说本身它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现在是要跟那些美国本土的孩子去对比、去竞争的，对不对？那美国本土的孩子他们的什么特点啊？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大量的接触英文的原版素材，对吧？按照我们说法就叫原版了，对吧？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布置好多这种阅读任务，对吧？当然虽然这难度不高，但是都你要读啊，啊，然后呢，家长还会不停的给自己孩子去读，买很多这种课外书，要去读，那这些都是原版英文。OK， 中国的孩子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慢慢接触这些东西的，所以这十来年的一个英文环境的差距啊，你说我一朝一夕，对吧？通过个什么一两年的这种中学的学习就能拉回来？不现实的，对吧？你考虑一下，你如果把美国的一个小学生拉到中国来，对吧，参加我们中国的这个语文考试，让他先学两年中文，然后再参加那个语文阅读理解，搞不搞得定？搞不定的，对吧？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确实在这点上是有点先天不足。 OK， 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ISE 它毕竟是门考试，对吧？只要是考试就会有技巧啊，而且像这个 ISE 阅读呢，它本身难度啊没有那么高啊。我指的难度不高，其实是针对跟 SSAT 比较的，因为 SSAT 的阅读呢，它涉及的考试的这个文章的题材啊很多样，并且呢这个阅读的时间长度也很长，就是压力很大了。 ISE 相对没有那么困难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说啊，你如果阅读英语差这边比较差的话呢，建议你可以选 ISE， 是这个道理。那么因为它是考试，对吧，且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所以说其实这个技巧我们只要稍微学一学，就立马就可以把这个分数提上去。 OK， 那我们去对比一下好了，你们说美国的孩子他有没有这种考试技巧的概念啊？老师里面学校会不会讲？不会讲的啊，老师也不讲，学生也没概念啊，他们也不会自己去说什么找一些阅读题目来练，不可能的。那这不就是正是我们的机会吗？对吧？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中国的孩子在起跑线上面是落后别人一大截的，那如果我再不在后面后天好好努力的话，那我就被别人套圈了，对吧？所以刚好别人在这个阶段，就他考试技巧这块他们是不去研究的，那我们中国孩子就在这方面去下功夫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 ISE 课程在这一块，在这一块上面也会给这个同学们去提供很多的帮助啊。比如说第一个，你不是生词量大吗？读不懂吗？好了，那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首先我词汇这一关如果过掉，这个生词带来的这种阅读障碍将会少很多，对吧？其次呢，就算我真的有很多生词，对吧，我这文章这些句子没有完全读懂，这个题目啊我通过某些技巧我照样是可以做对的。那比如说这个单词我不认识，那不认识的话，我看看大家这个句子可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单词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吧？对于这个我这个对于句子的理解不是那么关键的，所以我只要读懂别的地方我照样也可以理解，对吧？再有一个，因为我们题目它是有套路的嘛，对吧？所以如果我这个题我真的不会做，那我还有什么方法呢？我可以猜的。你说猜？对，猜也是种技巧。 OK， 猜是种艺术。你像这个这点我们跟 SSAT 做对比啊。 SSAT 考试呢，它如果猜错是会倒扣分数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针对 SSAT 的学生呢，其实不太推荐你去猜，对吧？除非你有比较大的把握了。但是 ISE 呢不一样， ISE 它只看你正确题目的数量啊，所以你猜错和你做错本质是一样的，都不扣分。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孩子们去猜，只不过你猜不能乱猜，对吧？是有方法，是有技巧。OK， 第二个呢，就是同学可能他做题啊速度比较慢，对吧？就是
可能我看句子和看句子要花很长时间去看懂，对吧？然后看题目呢，我也要看好久啊。那么这时候阅读老师会教给大家什么一些快速的定位的方法，对吧？我不需要去看懂整篇文章，我可以从可能就关键词去定位到原文，哎，我这个答案也就出来了，对吧？第二呢，就是因为考试怎么它要技巧嘛，我们说是有那些套路的嘛，就那么几个套路其实，对吧？然后老师呢带在课上带着大家去把这个套路全部都过一遍，然后给大家一些经典的例题去做一做，哎，一下子我这个套路就熟悉了。那么熟悉套路之后，其实说白了，我做题目肯定也是更快，对吧？就不会出现那种有些人我最后来不及做，有好多题目空着，那个就不划算了，对吧？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说光上课有用吗？光上课不够的，对吧？肯定课下我为了去弥补我前面这些短板，我是不是还要再去加大这种课外的这种阅读输入啊？啊，那么。家长当然在可以这个方面去扮演很大的角色，对吧？我们可以去给学生去选一点，或者呢就是给这个孩子自己去选一点，就是让孩子自己去选。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可能孩子乃至家长那也不是很专业，对吧？你说让孩子自己选的话，他可能往往就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啊，那选一些这种小说呀啊，比如就是漫画呀，对吧？看到哎，你说是不是英文读物？是英文读物，但是呢他对于 ISE 考试的针对性不强。ISE 的阅读呢考的最多的是什么这个话题呢？一个是历史啊，第二个是科学，这两个是考的是最多的。所以说我们要选的肯定是那些啊权威的历史类的或者是科学的这种期刊杂志，对吧？或者一些报纸，那么这上面的文章它比较有参考价值，但是你找起来是不是就比较麻烦？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阅读老师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啊。因为教了这么多年，也碰到了各种各样水平的学生了，那我们当然就可以针对学生他的一个水平，当然也要结合他的兴趣哈，就是你说他不喜欢，我不能强行去给他推，我去提供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有价值的这种书单啊，然后让这个学生，我按照这个书单所安排的书目，你定期去阅读这些书。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节省了我选书的麻烦，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也不会出现说因为我选的书不好，选错了就浪费了很多时间，最后效果不好这样的一个浪费时间这种情况啊，这也是我们阅读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优势。好，这是第二个单项阅读。第三个，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数学吧。啊，说到数学，咱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其实在各个单项里边，就是我们不说中国对中国学生啊，只是对整个美国本土的学生来说呢 ，ISE 数学是颇有些难度的。它难在哪里呢？主要三点。第一，它的题量比较大啊，那么但是呢它的考试时间又比较短，所以就导致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数学老师算下来说我每道题目一分钟不到就要做完啊，这个其实还是时间是很紧张的了啊，所以压力很大。第二难点呢是在于它出题方式啊，就 ISE 它的出题方式有一些比较较高的，这专业的东西我就不跟大家去多讲，对吧？但就是说它会比 SAT 的出题方式会更新颖一点啊，有些选项啊，它的这种设置啊，会让孩子觉得有点手足无措的 ，OK， 因为他可能学校里面其实真的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这种题目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 ISE 我们刚说它是分段的，对吧？但是每一个这个水平阶段，就初级、中级、高级呢，它设计其实好多年级，不同年级，低年级也好，高年级也好，他们考试的这个卷子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低年级的孩子他是很有可能，甚至我们说不可避免的，是会被考到一些高年级知识点的。而这高年级的知识点呢，它一般来说就学校里面是肯定不会学的，对吧？你说学校里面哪会说我先把高年级的知识给你讲了，不可能的啊。但是数学呢，这点跟语言方面又不一样了。你说语言如果觉得它考的难一点，对吧？词汇量大一点，那说我好歹还能做做题目吧，我还能混混分。数学不一样了，数学这个题目啊，就这个知识点我没学过，就真没学过啊，这题目我是一定不会做的。OK， 所以这种硬知识那肯定是我需要提前去准备的。OK， 所以在这块我们认为其实数学你让孩子自己去弄啊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些知识点要考，对吧？你让我自己去提前预习这个教材现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 ISE 的数学课程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么这些大家注意到，我们的 ISE 数学课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中国特色。你看看中国特色很好吗？不要太好，太好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他的这种不管是教数学的啊，还是学数学的，都是举世闻名逆天的存在。 OK， 这个就我们不是说这个脸皮厚了，这是有种族天赋的，对吧？你说像这个包，你比如说我们考这个美本的 SAT 考试啊，你看我们这个中国的学生，他们这个他们也有数学单项，对吧？数学800分基本上都能考到接近满分，就780、760这种比比皆是啊，甚至有不少这种中国的同学他能够考到满分800分，这点其实在美国学生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了。 OK， 所以一般如果是招生办的老师，他知道你中国学生，对吧？他看到你的数学就考到什么六字打头，就600多分，他说不要看了，他说你这个成绩不用看。为什么呢？因为只能证明你是所有中国人里面比较挫的那一个。 OK， 所以你像讲数学，一般我们说中国人印度人这块都确实是有优势的。 OK， 第二个呢，这个中国特色的 ISC 数学课程，它代表的说我们的中国的老师啊，他们是其实最善于做一些归纳和总结的。这怎么体现出来呢？你像这 ISE 他们数学，其实我们刚刚说它分成两个单项的啊，一个叫什么数量推理，一个叫什么数学成就，它分开的啊。然后呢我们数学老师一看，哎，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样的呀，他们其实所属的这个知识体系是同一个，彼此间是融会贯通的。所以我们说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去说我们两个单项单独去设置，没必要啊。他们只不过各自考察的这个重点侧重点各有一些小的差别罢了，但是教室你是完全可以一起教的。那么其实这样子也就减轻了这个学生的负担，那么没有必要去学两门课程，学一门就够了啊。第三呢就是讲题效率很高啊，这个是有非常非常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因为我们国内啊也有很多国际学校嘛啊，像国际上什么德威呀什么领科呀之类的，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些学生他在我们这边补习的时候，他们都会抱怨他们学校里边这个外教讲这个理科的题目，包括像数学速度贼慢啊，说一个知识点可能我比如说讲一周才能讲清楚，那把这知识拿来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数学老师去讲呢，2个小时3个小时就全部搞定了，全部讲清楚了啊，就能做题目了。所以就是说可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导致的，所以让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师他在应对这种数学题目的时候呢，讲起来效率特别高。OK， 很有方法的，3言2语就能讲清楚了。那么老外老美讲半天啊，学生不懂。好，然后第四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对吧？这 ISE 它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你从未见过的这种高年级的知识点。那么我们老师他因为各个级别的考试都研究的啊，那么所有知识点他都是熟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呢，他把高年级那些会涉及到的知识点也都给你过一遍啊。他其实知识点深度你说很难嘛，他不深的啊，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真的是还是比较简单，只不过他学的内容比较杂，明白吧？就是他涉及的范围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要这个老师帮学生去查漏补缺，把所有的这些可能考到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都给你讲一遍啊，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种刷题模式啊，这一点其实美国是绝对没有的。那么有同学就可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这些朋友呢，可能会说那刷题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被唾弃的，对不对啊？我们一般都会很反感说什么哎呦就是叫什么题海战术，对吧？不是什么好东西。哎，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刷题到底重不重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很多的这种就是国内啊这种国际学校的这种学生呢，他们也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会轻视啊，学校里面呢没有这种刷题的概念。完了呢他比如说考 SAT 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大 SAT 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说觉得我中国人啊，我的数学很牛逼，我看这题目都会的啊，没事不刷了，我就搞另外这那个两个单项，我到这个最后考试之前啊，我可能这连题目都没有刷过一遍，考场上是第一次看这个题目。但是这样就会有问题，因为很多题目这种细节你不了解的话，到时候是可能会有点发愣的。OK，
所以呢，刷题是肯定重要的，包括你官方指南上面它也会要求说，你就算你提前不做充分的准备，你最起码在考试之前你也得看一遍题目吧。 OK， 但是你说那种大量的刷题效果好吗？不一定的。我们关键是什么？叫科学刷题。只有科学的刷题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去熟悉做题的方法，从而能够提高你考试的效率啊。那问题我怎么刷才更科学？如果是自己刷不一定能够保证科学。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自己同学有同学自己刷的，结果我发现他给来这种题目呢，我没见过。为啥没见过呢？他也是 SE 的考题了，但他可能很久很久以前了，因为 SE 它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是有规则非常重大的改革的啊。但是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很多这种题目呢，它还没有更新，就它还是在拿着这种老题不断的再去硬刷啊，所以学生拿到的题目可能就早就是 out of date。 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有一些那种市面上流传的那种很便宜的那种模拟题啊，也不知道哪来的，不知道哪个阿猫阿狗就自己编的啊，它没有出处。那么科学刷题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老师他因为我肯定是随时更新我的题目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题目一定是最新的啊，是有参考依据的。然后并且呢，就是他们都是最全，就是其实都是有官方出处的了，对吧？就知道比如说我是哪一本书上面啊，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官网上面找到的。 OK， 所以这个题目它的时效性也好，包括它最后的这个有用的程度也好，肯定是更高。这是科学刷题的第一个好处。那么第二个自己刷的问题就在于说，我光刷了，但是他可能只提供一个正确答案，也没有讲解的，那就导致说我不管是做对我还是做错，我都不知道到底我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对吧？我就很难去得到真正的提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机构里边啊，跟着我们的老师刷题就会比较有帮助。为什么？因为老师他会及时的给你做出反馈，这道题做对了，做错了，为什么做对了，为什么做错了，你做对是不是懵的，做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会给你分析一遍。 OK， 所以这是科学刷题的一个优势。那么有同学说呢，老师我可不可以自己刷题，然后我发给这个机构的老师来让他帮我这个评奖呢？当然也行啊，但是确实问题就是在于这个题目它来源不明，是吧？可能老师他乍一看也不一定真正就说，哦，这个题目我应该怎么做，那可能是很奇怪的一道题目，对吧？他没有办法给出最及时的这种讲解。 OK， 好，这是刷题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么最后呢，咱们来讲一讲写作。其实我本人呢是教写作出身啊，当然就阅读词汇这一块我也都教，但是我教的最多的还是写作啊，不管是 SSAT 还是 SE啊，包括像这个托福以及这个 GRE 啊，都会讲。所以在这块呢，我也是有很多话可以讲。但是今天因为时间有限的话，主要跟大家去分享几个 SE 的这个写作的一个特点啊。首先要声明一点，就是强调 SE 写作它是不评分的，它连等级都不会给你啊，它不会给你 ABCD 这种分数。但是呢，它会跟别的单项成绩一起去提交啊，提交到这个招生办老师的这个桌子上面的。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他参不评分，对吧？他只是教一下，那他到底会不会被看呢？一定会被看啊！招生办老师很重视。为什么？因为这个作文他实际上第一呢，是展现了这位考生他的书面表达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其实前面的我们说那些考试那些单项是展现不出来的，对吧？其次呢，前面怎么讲那些单项，我们说的他就说标化考试是一些标准化任务这种题目的一个完成，看这个。但是写作呢，它是一个你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所以它是最能够看出每个学生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亮点的。 OK，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项。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 ISE 的这个写作比 SSAT 简单，也要简单一些啊。第一个呢，是它考试时间要比 SSAT 多五分钟，有30分钟。第二呢， SSAT 的写作它涉及的这个题材比较多啊，除了议论文之外，它还会涉及到什么创造性写作，比如说写一个什么短篇的那种什么诗歌啊、小说之类的记叙文，这种对中国学生来说是非常难的啊。但是 ISE 的话呢就很单一，它只考议论文。 OK， 而议论文的特点就是很容易上手，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创造性，它是有固定的套路的。OK， 那么我们教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学生的写作呢，就是我是总结出来，绝大部分同学他在写作上面有三大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知道该写啥，看到题目我没有思路，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就算有了观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拓展，我这个段落啊，可能写个几句话就没了，这个文章是写得很短的啊。那么写得短的文章，它往往也没有办法去充足的表达你自己。第三叫写不骚啊，什么叫写不骚啊？就是语言相对可能比较平庸，对吧？包含了很多这种什么语法呀、用词的错误，所以导致这个考官看起来呢，就有点难懂，或者最起码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这种欣喜的这种阅读体验了。好，那么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 RSE 的写作课程也会给出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案。首先关于写什么，因为其实同学在平常可能对于这种社会话题啊，他是缺乏思考的啊，不太会去专门去深入的去想一下这个问题，他是到底是该怎么解决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呢，老师就会带着学生，对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brainstorming。那么关于这个题目，哎，你这有哪些支持的观点，有哪些反对的观点，对吧？然后呢，我有什么方法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去找到这个切入口，能够想到这些论点，那这实际上是有技巧的啊。我们老师会讲很多口诀。OK， 第二个，关于他写不长，那不会拓展嘛？那我们说了，议论文，它像尤其像西方的这种议论文，它的格式啊是很固定的啊，并且它每一个论点，它做这种论证的手法呢，也就那么几种。哎，所以我们这个课堂上呢，就会带着学生，把各种各样的论证手法，什么说理、举例子、讲对比，各种都给你讲一遍，那一下子我的这种拓展的手法就增多，就多样了啊。而第三点其实也是真正困扰很多中国学生的问题，也是因为他语言本身基础水平嘛，就是写的不骚。这写不骚呢，第一点就是说语法错误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其实老师他就专门就是说给你把所有常见的啊，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会犯的一些错误，尤其是那些最低级的语病啊，给你抓一遍啊，然后你知道说怎么写才正确的。第二呢，就是在你写正确的基础之上，再提高你的语言水平，那是什么呢？就给你拓展很多的好词好句啊，好词好句。那么而且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在于说什么呢？因为学生他说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去积累，对吧？但是呢，往往他这个单词我看到认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于是导致我不敢用。不敢用了之后呢，我就不用了，还是去用那些最 low 的那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写了作文，对吧，老师不是给你批改啊，老师的批改带来什么东西？第一，他会纠正你的错误，指出你的不足。第二，你写的好的部分他会好好的鼓励你，他会狠狠的夸你。哎，那被老师夸了之后，学生就说，哦，那我这个词用的好的，我这个句型应该用的不错，挺骚的，那我下次再用吧。哎，其实就强化了他去使用这个好词好句的这个意识了，下次我再去使用的时候就更熟练啊。这就是写作课程老师的批改，对吧，带来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好处。好了，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啊，从词汇到阅读到数学到写作四个单项，都大致的跟大家把这个重难点以及我们备考当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怎么去备考讲了一遍。那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其实机构学习啊，它比起我们就自己准备来说，它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那么我往往呢会把它跟这个去健身房健身去做类比，我觉得它这个道理啊，其实跟健身房健身是一样的啊。你想这个，你说我锻炼身体，我自己可不可以锻炼？我可以自己锻炼，在家里边，对吧？跑步。啊，这种举铁可不可以锻炼？可以。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这个现代的这种都市人，对吧，会选择说我去到健身房里边花那么多钱，对吧，找私教来给我健身呢？这是有一个原因，就第一个就是因为健身房它比较专业，自己练呢它有可能会练得不够到位，对吧，
或者说呢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你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损伤。比方我拿自己举例子好了，对吧？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当时瘦骨嶙峋的，然后我想去说，那我到去锻炼一下身体，对吧？自己练壮一点啊。但是呢，我又没有钱去报这个，就是这个健身房的课程，那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去买了两个哑铃啊，然后疯狂在那边每天在举铁。好了，你说有没有效果啊？哎，有点效果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效果很差，差在哪里呢？我疯狂的做同一个动作，就这个，啊，这个动作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肱二头肌啊，锻炼的贼好。然后在镜子面前去看自己的时候，感觉这个肱二头肌跟鹅蛋一样大，哇塞，是很棒啊。但是呢，我又只有这个动作，所以导致我其他这种就部位的这个锻炼呢就很差。那是什么肱三头肌啊、胸肌啊、腹肌啊，就都没锻炼出来，都很平。所以在镜子面前感觉自己整个人长得很畸形，你知道吧 ？OK。那这时候健身房它的带来是什么？它会告诉你，我锻炼怎么锻炼是最科学的，我应该做哪些动作，每个动作应该做几组，对吧？我什么时候应该休息？然后呢，并且它还会给你一些在饮食、那膳食方面的这种建议。那这样子，我最后这个锻炼效果就会更好。那你说机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说自己学习，学 ICE 学英语行不行？行。对吧？但是呢，学生自己不懂，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没有研究过，所以他很多这种说采用的方式方法啊，就不够科学，所以到最后导致这个浪费了很多时间，对吧？效果反而还不是很好。那这时候机构的这个老师，他这个专业的课程，他带来的优势是什么？哎，我们专门是做这个行业的啊，然后这些考试他的技巧，对吧？复习的这种方法，怎么去刷题，我们最清楚不过了。所以给你的建议啊一定是最有帮助的。这是第一条，专业度。第二条，你还讲健身房，对吧？你说健身自己健身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比较容易放弃。对吧？比较容易放弃。我自己也尝试过。你看我的举铁的生涯，其实我没有练多久。啊，跟练个两个礼拜，我其实第三个礼拜就不怎么练。因为我会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又很枯燥，对吧？然后呢我就很容易就是坚持不下来。对，但是呢，健身房它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健身教练，他会一直盯着你的，对吧？隔三差五就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发微信，说啊、哎，今天要不要来练啊？对吧？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一直被那个教练骚扰，对吧？那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就会被逼无奈的去了，对吧？那么其实英语学习也是一样的，你说自己学英语行不行？可以，但你说可能成年人坚持锻炼多少有毅力的还行，对吧？能坚持下来。可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什么呢？小孩子初中生，对不对？所以我都是主要的心思还在玩上面了，你说让他自己自觉的去坚持学习很难的了，对吧？那这时候需要谁？需要我们家长，需要老师。那家长有时候很忙，所以老师他的作用就更大了，对吧？我给你制定一个很严格的计划，然后一定要按部就班的给你盯得死死的，让你一定要按时的去完成这些任务，效果就会更好。然后第三个优势呢，就要花钱。你说要花钱，你说笑呢啊？哎，你还别说，它真是一个机构学习的优势。你说健身房一年的这个私教费用贵不贵？贵的，七八万一年，甚至有的可能贵到十来万。啊，为什么还有这个朋友会去选择健身房啊？自己锻炼不好吗？都不用花钱，为什么？因为我花了那么多钱进去。我要是不好好锻炼，我就觉得白费了，对吧？我就说，哎呦，我都花那么多钱了，我怎么都要去几次吧，把我这个钱给他，就是这个值回来吧，对不对？机构学习英语也是一样的啊，确实，你说我在机构学习 ISE 学习 SAT 要花钱吧？要花钱的，学费也不便宜，对吧？但是这点钱是值得的，因为我希望能够用这些钱换来的是什么？孩子的时间。对吧？就如果孩子自己去学习，对吧？那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去在上面。但是呢，我花这些钱之后，可能不仅我的效果更好，而且我还能够用更短的时间来把我这个 ISE 的成绩、考试的成绩提高上去。那这个东西说不大部分时候，其实你这种时间是金钱买不来的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啊，可以用金钱换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换得来之后，我们可以干嘛呢？
做一些其他对于你的申请有帮助的事情就可以了，对吧？你说 ISE 的这个标化考试交给机构，时间上面已经腾掉了，剩下的时间我们用来干嘛？搞自己学校里面的这个 GPA， 参加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写这种文书。那么这样子来，我的这个全面发展能力的体现也就达到了。OK， 所以其实我也是真心觉得啊，你要学习这种英语，尤其是这种专业类型的考试的话，自学远远不如在机构学习来的有用。OK， 好了，那么讲到这边，我们一个大致的一个考试的内容以及这个备考的建议呢，就到这边。那么接下来主要是针对来在座的听这个讲座的家长，他可能比如说孩子其实就是有这个需求，对吧？想要申请的，那么我以2020年申请，明年2021年入学来做一个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时间的规划啊，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我们现在在六月了啊，那么六月份到七月份这个阶段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自己心仪的这个学校啊可以看起来，对吧？那包括你对于这个学校它到底在这申请上面有什么样的明确的要求，如果你有些不确定的，那么你可以去这个打电话咨询一下啊，它到底是有什么要求，它是接受 ISE 还是 SSAT，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暑假啊，八月份暑假这段时间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阶段，因为这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它不是零碎的，不是破碎的，而是整块整块的，所以呢是非常适合来进行 ISE 的一个课程集中培训的。 OK， 那么像我们的全程课程的话呢，总共是84个小时，那平均我如果每天是上6个小时的课的话呢，其实差不多两周时间集中上掉啊，就可以把这个 ISE 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知识点全部都给你覆盖到了。 OK， 好，然后这段时间学习 ISE 课程知识点都过掉之后，哎，我们可以再考虑在八月份啊，或者是在九月份去参加秋季的第一次考试啊。这个考试时间我们刚说其实很灵活，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的啊。那么这次考试我们主要作用就在于说，首先有个分数到手了，对吧？到时候申请我肯定不慌。第二呢，如果这个考试的成绩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我可以根据我考试的单项的一个分数的一个分布呢，来去决定说我要不要再去进行一些额外的补习，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的是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到十一月份这个秋季阶段的一个冲刺课程啊，这个冲刺课程它的课时量就比较小，那么相对来讲会更针对学生的一个具体需求。 OK， 帮你查漏补缺，并且帮你去加大你的刷题量，来让你熟悉这些题目。与此同时我们肯定也要去准备一些其他的申请材料。 OK， 这段时间好，那么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参加过考试了，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对不对？所以这是准备的过程。而到了十二月份，我建议我们可以参加第二次考试。那么关于考试的次数呢，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官方他没有不鼓励说参加多次考试啊，这个他不鼓励，但他也没有反对参加很多次考试。 OK，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要看情况，就是正常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其实多参加考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只不过到时候提交的时候，很多学校他要求你只提交明确其中某一次。 OK， 不能提交很多次的啊。那么这第二次考试其实就是对于我前面首考的一个补强，对吧？它的分数我们期待应该会比八九月份的首考要更高一点。那么到了十二月底以及一月份，就是到我们递交我前面所准备的所有这些申请材料，包括我这个考试成绩的时候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私立学校呢，在一月中旬的时候就会截止申请。OK， 这就是我们如果是从2020年打算申请到明年入学的啊，我们这些家长可以考虑为自己孩子做的一个规划。 OK， 好，那么大致的介绍今天讲座的内容就到这边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提问啊，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啊，如果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屏幕上面您可以开麦讲话，或者是可以在聊天屏里面去打字来提问。有家长有问题吗？
好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这屏幕右下方是有我一个个人的微信的啊。那么各位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学术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准备 ISE 考试，怎么去学习 ISE 的这些单项课程的话呢，都可以加我这个微信号啊，来去咨询，好吗？那么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啊，非常感谢大家。